小伙伴们，迷你世界中的火箭，它的油可以用光吗？它的油用光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？难道你们不好奇吗？伙伴们，周总周志，我们想要开火箭，我们必须要给火箭加油，而我们给火箭加油需要加1、2、3、4、5个油，我们给火箭加5桶油就能加满。伙伴们，你们看，3桶、4桶、5桶，我们加桶油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坐上火箭。啊，对对对，伙伴们，我们可以按下启动键，火箭会告诉我们1987要启动了。我有一个想法，如果火箭没油了，会发生什么事情？伙伴们，我们给火箭加满油，然后我们飞入太空。这时候火箭身上都会显示有5个油，你们看到了吧？按照正常的飞行轨迹，伙伴们，5桶油我们可以飞到太空的最高处，就会到达外星球蒙眼星。但是如果我不往太空飞，我加满油，我就不往太空飞，我在生存里飞，我横着飞，伙伴们，会发生什么事情？伙伴们，我测试了一下，当它的油用光，你们看，它的火箭会瞬间显示没有油了，对吧？有油的话是亮红灯的，然后一个灯也没有了，说明火箭是没有油了，然后火箭会发生一个360度的旋转，从高空中坠落下来，会发生一场大爆炸。所以伙伴们，你们千万别做这个实验了，你会嗝屁的。